然后看看这题哦，这题哦，一次开几个根号？三个根号。老师想请问一下，有办法一次开吗？没办法，所以说麻烦你从里面开始，从里而外慢慢去化解，这样行不行？那你观察一下这里面自己根号八，根号八有办法开吗？没办法。好，一个根号不能开，那我们就一次先开两个，好不好？把这整个开出来，行不行？那你要把这整个开双根号，我一再强调，开双根号开之前，注意听，这根号前面这边一定要是几倍？两倍，有没有两倍？没有，八怎么分解？四乘二，四开出来是几？二，对吧？哈，所以根号八可以写二根号二，双可以写成整个，可以写根号三，再加上22根号2，那行不行？之后来麻烦你把这化解。根号25，看行不行？减掉6倍多少？来看这边有没有两倍的？有，二怎么分解？二可以分解成一乘二，一加二有没有等于三？有，虽然可以分解成一和二，把一和二大摆前，小的摆后，中间加号什么号？加号就出来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所以说你看一下，这再把它给乘开，25。把负六乘进去，变负六根号二，减掉六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算出来变根号19，减掉六根号二，好，一样继续化解，根号19不动，减掉。我讲过，开双根号前面要几倍？两倍。什么叫六？六可以分解成二乘几？三。所以留下一个二，三可以写根号九，根号九乘二。一四十，根号七十八是出来了。好，再化解，有没有两倍的？有，十八怎么分解？1乘18，1加18有没有等于19？有，所以可以分解成1和18，把1和18大摆前面，小摆后面。根号一，老师就直接写一嘛，中间减号什么号？减号。所以说根号18又可以写几？三，根号二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答案就是自己三根号二减一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把这边看一下。